大儿，今天我们放假，耶！现在我们在华山大草原，赞哦，超热的，超热的，热到不行。有谁正中午会来野餐的？我们呢？哎，我们现在是来野餐的吗？我以为我们今天是来就是饮酒聊天。我们今天是十八禁野餐。对，我们平常压力太大，然后终于放假，今天想好好的喝一杯。哎，这个是你朋友推荐的。哎，不是我们同学吗？是我们同学吗？我那个时候是看到他们在喝这个啦，熊啤酒，这个是柠檬口味，这超好喝的。我那个时候就偷喝他们一口。这有酒味吗？应该会不会喝起来像饮料？可以喝喝看。好，这么快是不是？这么快进入状况？我很想赶快喝酒，你知道吗？要等多久？这超热。等多久？告诉我。行不行啊？而且我有准备杯。哎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去买熊啤酒的时候，有看到它有加价购，多少钱？99。99。就有这个杯子，而且这杯子还蛮厉害的。它这是可以挂腰上的吗？对啊，它是可以挂。哎，我的腰呢？好赞哦！哎，挂你的腰，我好像没有那个。那我以后出门都要挂一个这个。哎，这个杯子我是跑了两家店才找到的，其实它现在抢还蛮热烈的。这么难买啊？蛮，你看还蛮可爱的嘛。还蛮可爱的，因为这样好方便。可爱的熊。对，柠檬蛮香的。很香的嘞。大热天就是要喝这种冰啤酒，因为它喝感觉有种爽感，而且还99%那种可爱。来啦，干啦！你这椅子是不是也是加价购的？哎呀，我喝完了，太夸张了！是要干杯吗？我要干杯哦。这椅子也是我刚刚带来的，然后这椅子也是熊啤酒加199就有了，加价购199，很尴尬，我啤酒就买一堆，所以现在我加一堆了。这个酒鬼，你要不要把它消掉？我不要啊，还蛮舒服的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早就想要找这个椅子，然后我今天只是想说刚好带来，不然我其实有点太麻烦了。怪我，是我要在家用的。而且这个一般的话应该要将近1000块吧，最便宜。对，这种椅子就是朋友来家里开 party， 因为我家很小，然后平常可以收起来。可以收起来。它收起来会变得很小。哦，我刚好看到了。对啊，会变一整根，而且最近又中秋烤肉。哎，对耶，烤肉带去啊。可是我只有2张，再去买，蛮难抢的哦。因为我看我朋友传赖给我，他就说：“哎，瑞卡，你知道我已经跑了4家了，然后我还抢到这一家。”这么夸张？嗯，我是有看到计程车的车身有他的广告，然后只有全家有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测试他的耐度？对啊。他不知道限重多少吗？你那么胖，坐在上面都没有事，应该是 OK。胖，我胖 ，Hello。我胖，但是你比我重，好不好？我比你高啊，我是男生。你有比我高很多。不要吵。那下一个口味吧，我们是。他比我高很多吗？我们还有其他3种口味哦、喔，喝葡萄柚啊。好啊，我要用我的可爱小杯杯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吃我做的下酒菜？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做的？你要不要干吃哦、喔？其实很会做这个小花。那我拿走菜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有这个椅子真的好很多哎、欸，因为平常我们在野餐的时候，坐在野餐垫其实有点不方便，要起来的时候很费力。哈哈，等一下我们同时叫脚也超恶的。而且我们今天穿的颜色。你干嘛学我、啊？谁学你啊？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得到一张这个椅子，跑来华山这边晒个太阳，然后你回去就变黑人喽。平日啊都没有人，好爽啊！今天只有我们而已。现在没有人想讲话。那我们直接到这边结束啊，好好来野餐。到同一边我们一起喝。不行啊，这样网友又要讲话了。不要这么爱讲话好吗？黑啤，我觉得前面2种啤酒比较适合我。男生的味道。男生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海带呀！这椅子还有一个好处是它不会倒，因为我刚刚在那边一直用一些很诡异的坐姿。对啊，它为什么可以这么稳？哦，它的脚是一个方形。哦，这样是不容易倒。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圆筒，拉壳其实蛮长的。故意的是吗？便利商店买得到的啤酒几乎都是拉壳，它比较顺口，它比一般的拉壳顺口。比一般拉格还要顺口。对，我没有办法再讲，我要喝醉了。这个时候来野餐，然后喝酒，就一直这么早喝酒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，然后分享、按赞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拜拜，干杯。干杯。